刚才这几位选手的表现真的都非常的精彩。其实是这样，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呢，其实作为我们的衣食父母、卧虎藏龙的人士更多，所以我们把点评的这些事情呢，交给我们的观众。小狼狗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哦，嘴抹了蜜。<笑>那下面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选手。好。来。 要不然，我们先休息15分钟，然后再录一次，比较一下哪个更好。我觉得刚才这一遍已经很完美了，为什么还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就这么着吧。 你说他这个状态，我们怎么能录好节目呢？我要把想个办法呀，不能让文天心再这么胡来了。娜姐，这个时候犯不上跟他发脾气，别生气，有我呢，我能处理得了。你怎么处理啊？今天在台上就剩你插科打诨了，你根本就是个摆设，很多时候都是在冷场。 你别忘了，娜姐，今天是彩排，真的到现场演出的时候，我一定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好，都交给你了。娜姐，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。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根本没有办法站在这个舞台上。你不用感谢我，感谢你自己就好了。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。其实除了感谢，我还想跟你说，陈丹，有个投资商看中你的节目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聊聊？哦，真的？我先去了啊。张总好。哎，哎，经理，你们张总呢？娜姐刚才出去了，和苏律师一起走的。OK， 谢谢。哦，常总再见。啊，再见。长青。 算等到你了，杨雪瑞是吗？嗯，你好，我说过进来会来找你的。Hello， 哎哎，上车，我带你去吃饭，走。啊，哦。